凝聚消息，这是我们看到田仁杰侯佩岑爆出跟花旗的环球证券销售的副总裁，也就是黄伯俊呢。那么在耶诞节的时候，当时闪电订婚，接下来很可能还要带球嫁。就是今天出炉的平面媒体报道说，侯佩岑不但已经订婚了，其实呢，他现在跟这位黄伯俊呢，等于形同是半同居，足不出户就可以约会了，而且就定在今年的1月16号将会闪电结婚。为了要低调结婚呢，所以地点就选在国外，很可能。可能就是去年11月两个人才同游的巴厘岛。那么对于侯佩岑到底是不是要出国结婚呢？经纪人很愤怒地说呢，护照都还在他那儿呢，怎么可能出国？但如果真的有的话，也会给予祝福。